大家好，我是草图国小一年一班李千惠。我想问一下，橡皮擦不见对你来说会有什么困扰？很大的困扰。什么？举例。举例就是橡皮擦不见的时候，又有时候会找不到。妈妈有时候也会念说：“哎，橡皮擦又不见了，又会怎么样？”那橡皮擦都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放在桌上的，稍微去碰到它就不见了。对于生态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吗？橡皮擦不见？会有。大部分的橡皮擦都是不能分解的，所以呢，还没用完就买新的，很浪费，而且又花钱。那橡皮擦就是防止橡皮擦不见啊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可以把橡皮擦变成项链、手环，或者是一些铅笔盒之类的东西。哦。啊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想法？比如说，什么？把橡皮擦粘在铅笔盒上，不然就是一些平平的地方，而且要随身携带。那针对橡皮擦不要不见啊，你后续采取了什么样一个做法？我经过跟妈妈多次的讨论之后，我跟妈妈选择了一个做法，用魔鬼粘。缝在那个铅笔盒上面，然后呢，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呢，把它粘在那个地方，等到不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收进去铅笔盒里面就好了。这次参加 DFC 全球孩童创意行动挑战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或是心得？一开始呢，需要先发现问题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是想办法，最后是解决问题，然后呢上传给大家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增加。我呢觉得这个很好玩，我很喜欢，我希望明年可以继续参加。